面对难以预测的环境变化，洞察先机，抓住机会，审时度势，战略运作是经营者成败的关键。宁夏论坛适时推出了由国际战略管理大师、来自新加坡的莫少坤教授的战略管理，着重讲述了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方法，为经营者确定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覆盖面广泛，实用性极高，敬请您的关注。大家好，这里是山东教育电视台名家论坛栏目，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莫少坤。那么我在主讲这一堂课叫做战略的制定与执行，今天呢是讲第三讲。记得我们在昨天晚上我们在讲战略的定义的时候，我们讲呢战略就是一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能够整合企业的目标、企业的政策，并且使企业能够上下的一致的付之行动。后来我们又讲呢，其实呢战略不仅仅是一个计划，战略呢基本上它是个计划，它也是一个模式，它也是一个定位，它也可能是一种啊看法，它也可能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想法、概念跟灵感。那换句话讲呢，战略是一个逐步逐步发展的过程，从想法、概念跟灵感一直发展到一个详细的这个计划。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部分。那么其实呢这五个部分里面哪一个最重要呢？我认为呢想法、概念跟灵感是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家或者是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好的想法、概念跟灵感，他就没有办法创造一个格局，也就没有办法形成一种什么呢运作的这个模式。那么的任何的这个分析家，不管他是来自东方、西方还是日本，基本上呢都强调这个概念的这个重要性。好，我跟在这里呢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大家都应该比较明白。好，西方学者呢很喜欢把我们企业的人呢分成高层、中层跟基层。那么高中基三层里头呢，但是呢他们都讲呢高中基三层都要掌握三种不同的技巧，不过它的这个比重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看高层啊，高层应该花很多的时间在什么呢？在概念啊，在概念啊，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在概念。看，那么中层花三分之一左右，低层一点点就好。低层不需要太多的概念，因为基层基本上都是什么呢？都是属于这个操作层。所以高层人士就是要思考，高层人士就是要看书，高层人士就是要上课，高层人士就是要交流，高层人士就是要观摩，就是要出国。那就是这样的原因。如果没有出国、没有观摩、没有交流，我们就不能够形成出什么呢？很好的概念出来。那么基层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基层我们应该是让他比较多掌握技术，基层应该花三分花比较多的这个时间在技术这一块，然后呢中层大概三分之一，高层不要花时间在技术太多。如果一个高层人士呢把很多时间花在技术，那基本上我们可以讲做不务正业。那么中间这个部分，不管你是高层、中层跟基层，那你没样，你这个技巧你一定要呢付出什么呢？付出一定的时间跟精力，这一个叫什么呢？这一个叫做人际关系。所以西方学者呢，那就把呢我们所要掌握的三个技巧分成三大类：概念、人际关系跟技术。那么高层就是要掌握概念的，高层呢要经过各种各样的思考跟交流之后，形成呢自己的一个看法，大致看法。这个跟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我们中国呢有一本很古老的书叫做《易经》，《易经》基本上都是在讲什么呢？天地人三结合的一个东西。那么高层对应《易经》里面的天啊，天代表什么？天代表广阔，天代表发展，概念本来就是漫无边际的、广阔的，但概念本来就是要帮忙企业发展的。我们如何形容天呢？一般上我们形容天叫做苍穹，所谓苍穹那就是漫无边际，那么呢发展也是没有边际的，那么这个概念基本上也是没有边际的。所以高层应该对应天啊，对应天，基层应该对应什么呢？对应地啊，对应地。我们如何形容地呢？一般上我们形容地就是非常的深厚，地就是强调什么呢？强调积累啊，强调积累。所以呢我们呢处在基层人士，我们一定要脚踏实地的把我们的工作做好，然后不断不断的积累，那就促成了一种发展的一种势头。那么积累是为了发展，发展是为了进一步的积累，当天地都协调的时候，整个企业那将会发展得非常非常的好。中间层
代表什么呢？中间层代表仁，仁代表贤洁，也就是顶天立地。换句话讲呢，仁就是协调啊。所以《易经》讲呢，天地人三结合，领导人就是要协调天，协调地，最后呢形成发展，形成积累，那直到企业呢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势头。其实天是六十四卦里面有一个叫做乾卦，地六十四卦里面有一个卦叫做坤卦。孔子在解释乾卦跟坤卦的时候解释得非常非常好，他说呢，基本上乾卦就是阳，阳就是什么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领导人我们不应该停止，作为领导人我们一定要不断的什么呢？不断的前进。搞企业是没有停止的，所以邓小平曾经讲过，发展是硬道理，那个是什么呢？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地那是什么呢？地那就是坤卦，坤卦呢那是代表什么呢？代表阴啊，代表阴。那么坤卦代表什么东西呢？坤卦代表厚德载物啊，厚德载物。厚德载物呢，这是孔子所讲的。孔子讲地是坤，厚德君子以厚德载物。坤是什么意思呢？坤就是顺的意思啊，顺的意思。其实呢，作为基层人士，我们一定要顺应天道啊，顺应天道，我们一定要配合我们的战略的这个发展，那么积累很多很多的功底，很多很多的资源，那我们就能够什么呢？就能够厚德载物啊。好，这个是中国的这个讲法。日本有没有这种讲法呢？有啊，我跟大家呢收集了资料之后呢，日本对高层、中层、基层呢有三个什么呢？有三个基本的归纳。他说高层人士应该是通才啊，通才。所谓通才就是什么都懂，但是也许什么都什么呢？什么都不精啊，什么都不精。那么这个就是通才的特色。一个领导人应该什么都要有兴趣才可以。我不能够说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不行。你对政治没有兴趣，你不搞政治可以，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政治会如何影响我们的企业的这个生存。还有呢，如果你讲呢，我不喜欢互联网，我不喜欢上网，可以，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互联网如何改变企业跟企业之间的竞争的这个态势。那么这一点呢，你必须要懂。如果你不懂的话呢，那基本上呢，你就不算是什么呢？你就不算是通才了。但是通才的人有一个毛病，那是什么东西呢？那就是天马行空，有的时候呢不切实际。所以通才要有一批人在下面衬托他，这一批人那就叫做专才。专才是很重要的。如果搞市场营销的对营销只懂一二，搞人力资源管理的对人力资源不甚了了，那么这一些中层管理就不可靠。不可靠的话呢，那只有企业发展的太快，那就会垮下来。而且在垮下来的时候呢，通常是通才老板呢跌得最重啊。所以如果你要通才，你一定要确保下面的人有专才。日本人继续讲，基层的人应该是什么才呢？那应该是干才啊，就是不要想这么多，努力的干活啊，干活。那么在日本呢，还有另外一个形容词叫做饭才。所谓饭才的话，就是技术上要多面手。我们的基层人士应该什么东西都能够干，那我们讲呢，在分配工作上呢，基本上呢，那就比较容易。好，这是日本的这个归纳啊，日本的归纳。那么这个日本的归纳呢，归纳的非常非常的理想。那么台湾有一个教授叫曾仕强，大家都知道哈。曾仕强教授呢，在讲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很好的、很形象性的归纳。这个形象性的归纳不一定是学术上的了，不过我们身为中国人、华人的话呢，我们听他这个归纳的话，就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什么呢？他说高层人士的办事作风，那应该是清清楚楚的、含含糊糊。所谓清清楚楚的、含含糊糊，那重点应该是清清楚楚还是含含糊糊呢？重点应该是清清楚楚啊，重点应该是清清楚楚，但是表达出来的可能是含含糊糊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呢？基本上有三个原因。第一，高层人士通常想得越多，看得越远，所以他们想到看到的，基层跟中层不一定想到跟看到。所以当高层把他的概念讲出来的时候，下面的人听不明白，那么这个就叫做清清楚楚的含含糊糊。高层人士站在第五十层楼一看一下，硝烟四起，马上打电话跟第五层楼的中层讲了，硝烟四起了。第五层楼的中层跑出来看，没有啊，没有事啊。所以中层跟高层通常有一个理解上的差距，这一点呢，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好，那么为什么还会清清楚楚的含含糊糊呢？也许呢，这个高层看得见某个东西，但是具体的他描绘的不太清楚，他也不知道会怎么办。比如说胡静莲呢，胡静莲教授呢，曾经呢已经两次在什么呢，在一个上海一个论坛里面呢，曾经讲过，不要以为中国不会发生金融风暴，中国也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的。但是如果你问胡老几时会发生呢、啊？发生状况呢是怎么样啊？从哪一个地方点呢、啊、开始烧起啊？我估计胡老也讲不清楚啊，因为他是说会，但是几时会具体的东西呢，有时候呢没有办法讲得太清楚。这个就是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会清清楚楚的含含糊糊。第三个原因，为什么会清清楚楚的含含糊糊呢？那就是什么呢？这个领导人有时候故弄玄虚，有时候呢什么呢，认为天机不可泄露，所以不要讲得太清楚。所以高层人士通常都是这个样子，他们都是属于什么呢，清清楚楚的这个含含糊糊。好，那么基层那应该是怎么作风呢？那曾仕强教授继续讲，那就应该是含含糊糊的清清楚楚。那么含含糊糊的清清楚楚呢，主要的重点在哪里呢？那就在清清楚楚，还是在清清楚楚啊。那清清楚楚的去干，有时候知其然的人不一定要让他知其什么呢，所以然。前线的军队都是含含糊糊的清清楚楚的，那么主帅叫你打你就打，主帅叫你停你就停，那你别问为什么，因为这个为什么呢，绝对不是你这个范围内呢所应该要问的这个问题。然后中层那就没有办法了，中层呢因为上面有含含糊糊的空间，下面也有含含糊糊的空间，所以作为中层，那我们就要设法什么呢，清清楚楚的清清楚楚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讲用这个图呢来概括战略，战略就是高层，战略就是概念，战略就是天，天就是广阔和发展，那么天就是要自强不息，就是要通才，就是要清清楚楚的什么呢，含含糊糊。那这个呢图那基本上呢把整个定义那基本上给解释完了。其实呢在这五个层次里面啊，五个层次里面，概念，然后呢看法，然后定位，然后模式，然后最后一个呢那叫做计划，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想法、概念跟灵感。那么一个领导人有想法、概念跟灵感，就会改变很多格局。我举一个例子，中国近代史上有所谓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第一战那是发生在东北这个地方，所以就叫做辽沈战役。辽沈战役还没有打开之前，老实讲我们分析一下当时的态势啊。当时国民党的50万军队被包围在东北的三个地方，一个是吉林省的长春，郑洞国在这里大概有12万的军队啊。另外一个地方呢那叫做沈阳，廖耀湘跟卫立煌在这里大概有24万的这个军队。那么呢在最后一个地方那是锦州，锦州是范汉杰在这里大概有12到13万的这个军队。好，50万军队被包围在东北的三个孤城，当时的林彪已经是兵强马壮了，如果林彪要呢把这三股势力给消灭掉应该不是难事。按照林彪的如意算盘，先打长春，长春打完打沈阳，沈阳打完打锦州，然后风风光光的沿着山海关进入华北。那么这个就是当年皇太极跟多尔衮的入关之路。那么这一条路呢应该是最好的，为什么呢？这条路呢风险最低，而且呢变数最小，而且调度最容易，而且呢最顺理成章，从北往南打。当时的毛泽东不在东北，而在什么呢？而在西柏坡。还没有到东北的人，但是却敢做一个大胆的决定，说不应该打长春，应该打什么呢？应该打锦州啊，打锦州。毛泽东呢为了打锦州提出了四个字的概念，这四个字说打锦州叫做关门什么，关门打狗啊，关门打狗。这个概念很重要啊，这个关门打狗呢那就改变了整个东北的什么呢，东北的局势，乃至于改变了整个中国的这个什么中国的态势。当时毛泽东的胃口已经比较大了，那就是不要再追追打打了，我们应该大胆的把大门关起来，然后彻底干净完整的就地解决。毛泽东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叫歼什么呢，叫歼灭战啊，歼灭战。那么林彪还在追击战的这个状态里面，那么
两个人看法就不一样，林彪要打长春，毛泽东要打锦州。最后呢，林彪听了毛泽东的意思打锦州，最后证明打锦州是对的。还没有打锦州之前呢，毛泽东估计大概要四五年才能够全国解放，打完锦州之后马上修改战略，估计在两年将会席卷全中国。那基本上呢，最后呢，锦州战役之后呢，基本上两年后中国呢基本上就解放了。那么这个呢，那就是战役的这个总啊概念的重要性。所以你必须提出什么呢？好的概念，好的这个想法，那基本上就改变我们的这个战略。我们讲啊，战略就是决定于领导人的格局，领导人的格局有多大，那就产生了相关的什么呢？结局啊，相关的这个结局。那么林彪的格局在哪里呢？林彪当时的格局在东北，也不能够怪他，因为他是东北的主帅，当然想东北。毛泽东的格局呢在哪里呢？在全国啊，全国。所以一个格局在全国的人跟一个格局在东北的人，他们看问题的方式跟他们解决问题的概念基本上是不一样的。所以领导人呢一定要站在一定的什么呢？一定的高度上来解决问题。好，那么我就为战略的发展阶段跟领导人的几个要求跟大家呢今天在这里做一个分享。我把战略呢基本简单的分成什么呢？四个阶段。第一个是分析的阶段啊，分阶段战略一定要搞分析。如果是拍拍脑袋的话，那就不叫做战略了啊。我们要应用各种各样的工具观察整个形势，最后呢我们做出我们的这个决策。所以我们要做分析，分析完了之后，那就要看这个领导人的境界啊，领导人看问题的方式跟领导人看问题的高度啊，看他的境界。境界完了之后，那就要做决策啊，做决策。决策完了之后，那基本上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执行啊，执行。所以基本上呢是分析、境界、决策跟执行这四个阶段。那么不同的阶段对领导人应该要有不同的什么呢？要求。我们呢基本上来作为一个简单的归纳，我提出八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分析问题的时候，那一定要尽量的分析的全面，分析的透彻，分析的什么呢？分析的到位。如果要分析的全面透彻跟到位，我们要求领导人一定要有深度啊，一定要有深度。领导人本身的修养要深，领导人对这个问题要有独特的看法，领导人对这个行业要有独特的这个理解。那么如果领导人有深度的话，分析的质量基本上就会到位啊，到位。而且呢分析呢基本上呢深度还不够，我们还要强调什么呢？我们还要强调广度。领导人要有广度，只有广度才能够把很多看起来不相关的东西把它给相关起来，那我们就能够什么呢？博取众长为我所用，我们就能够什么呢？旁征博引，把很多东西呢结合起来之后呢非常有创新的一种力量。领导人的深度跟广度，那就决定了分析的质量。大家有没有注意到1971年的时候，中国乒乓球队呢重归世界杯，当时到日本的一个地方打世界杯乒乓赛，那是什么呢？那是名古屋啊，名古屋。那么这个1971年的乒乓赛就促成了一件事件，本来外交跟乒乓看起来呢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呢毛主席跟周恩来就能够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乒乓外交。那乒乓外交呢，那就是在一定的深度分析底下，一定的广度的结合底下，那才产生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那么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东西后来变成相关，那么这要看领导人的这个思维到底呢有多活泼，到底有多创新。好了，假定我们分析到位之后，接下来就要看领导人的境界。领导人的境界有两个东西所决定，一个叫做高度，
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做远度。那么领导人站得高，那当然就会看得远，那么这个就叫做高瞻远瞩。如果领导人呢看得很近，非常斤斤计较于现在的利益，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叫做蝇头小利啊，我们叫做鼠目寸光。那么你到底是鼠目寸光的还是高瞻远瞩的？那这里面呢，那就有一个什么呢？那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分别。三年前大家应该有看过张艺谋导演的一套电影，这套电影拍得非常精彩啊，这套电影的名字那就叫做英雄啊。那么英雄呢，那基本上呢里面就描绘了三个英雄人物，那么为了各自的理由想要刺杀秦始皇。第一个呢想刺杀秦始皇的那叫做无名，那是由李连杰所演的。第二个呢是由张曼丽所演的，叫做飞雪。第三个是梁朝伟所演的，叫做残剑。他们三个人呢都跟秦始皇有私仇家仇国仇，想要置秦始皇于死地。那么在整个故事的描述里面，谁最有机会刺杀到秦始皇呢？那应该是残剑，就是梁朝伟所演的。梁残剑在一次刺杀过程中，秦始皇已经弃甲了，只要呢残剑再往前一推，秦始皇必定死在他的剑下。但是呢残剑推到一半，突然间有所顿悟啊，有所顿悟，那就不杀了，把剑收起来回头就走。那么秦始皇感觉到莫名其妙啊，你弄了老半天之后呢有机会杀我，反而不要杀死我。那不止呢秦始皇不明白，连他的战友呢张曼玉跟这个李连杰也不明白，就问他当时机会这么好，为什么不杀死他。那么大家记得吗？影片上呢梁朝伟在大漠上写了两个大字，这两个大字就是答案。这是什么呢？那就是天什么天下啊，这就是答案了。说什么呢？说如果你跟秦始皇有私仇，站在私的角度，秦始皇该死，杀吧。如果你跟秦始皇有家仇，站在家的角度，秦始皇也该死，杀吧。如果你跟秦始皇有国仇，站在国的角度，秦始皇该死，也杀吧。但是如果你站在天下的角度，那秦始皇就不该死，应该放啊，应该放。因为当时呢看天下里面呢看着整个天下大局，只有秦始皇具备了统一六国的这个条件。一统一六国的话，人民可能就安居乐业了，所以呢我们就不想呢在秦始皇死了。所以我们的梁朝伟一下子长正到什么呢？天下的高度，那就把秦始皇给放了啊。所以呢我们呢高度很重要。如果你高度不高，很多东西都会困扰你，作为一个领导人你就没有办法做出决策了。如果你高度什么呢？高度很高的话，很多东西你都把它当成是不一回事，不会阻碍你，你就能够举重什么呢？举重若轻。有高度有远度的人举重若轻是很自然的事，没有高度没有远度的人呢，那叫做什么呢？那叫做庸人自扰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讲究领导人应该是有高度有远度的。决策讲究什么度呢？决策讲究精度，我们应该要精益求精。孙子兵法第一篇叫计篇，计篇讲的就是要妙算。我们在打战之前呢，妙算多者胜，妙算少者败。我们应该先胜而后战，算算算算到可以胜我们才打啊！我们不要随便出招，随便出招的话呢，将会使到我们呢很多资源会被耗费掉。那么决策还要讲究什么度呢？还要讲究大度。大度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抓大放小。其实呢战略决策不可能有两全其美的，战略决策你选择了一个决策，你就必须要放掉另外一个决策，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所以领导人就必须要懂得抓大放小。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啊。我们在赶路的过程中看到一只小兔，追不追呢？如果追的话你抓回一只小兔，但是你误了赶路的时间。所以在赶路跟小兔之间，我们应该要有轻重大小之分。好，最后执行，执行讲究什么度呢？执行就要讲究力度啊，执行要讲究力度，力度很重要。不干不干，一干一定要到底啊，到底啊。为什么这几年非常强调执行力？因为呢，就发现到呢，很多企业的执行力的力度不够，不够的话呢，那基本上呢，很多战略的英明决策，最后呢就没有办法得到落实。而且呢，在执行要讲究什么度呢？讲究速度。啊，讲究速度。那么在战略执行的过程中，速度呢应该是一个指导原则。除非我们还没有谋定，谋定我们就要马上什么呢？马上动，而且一动的话应该是雷厉风行，那这样子的话会产生比较好的结果。
好，我提出战略的四个阶段跟战略对领导人的四个要求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一下什么呢？谈谈一下战略的重要性。战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呢，我列下五点。第一点呢，战略是什么呢？属于长远的。战略老实讲很难走回头路，请大家要注意啊，战略是没有回头路好走的。就算有的话，已经是今非昔比，你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了。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下啊，假定我们有2亿的资金，这2亿的资金应该在中国搞专业化还是到国际搞国际化呢？结果我们决定到国际搞多元化去了。搞了2年之后灰头灰脸回来，想要在中国继续搞专业化，那其实呢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呢现在的环境跟2年前已经大大的不一样，而且呢我们的2亿资金可能在什么呢？可能在这整个过程中已经消耗殆尽，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回头啊。战略是很难再走回头路的，所以领导人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走进一个行业绝对不能够虚晃一枪然后就出来，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呢？长远的思路跟长远的想法，那才可以。如果没有长远的话呢，他短期得到好处，长期不一定得到好处。最近呢一直在看长虹要不要进入这个手机的这个行业啊。长虹进入手机的行业的话，中间有机遇，中间我认为有更大的风险啊。所以长虹呢如果要进入手机的话，必须要做一个很深刻的分析，我们在手机发展上到底有没有长远的发展空间。因为手机呢在这几年发展呢已经差不多成熟了，我们出现了很多国内的品牌，不管它是波导科健 TCL 还是什么呢，还是这个海尔，还是海星，还是联想，还是夏星，还是熊猫，那么这一些呢那都已经是手机发开发商。那么如果长虹要再进来的话，他必须要想呢进来的时候有没有长远的发展趋势。其实手机的行业呢真的快，起得快啊。最近我们看 TCL 就知道了啊， TCL 的这个手机的事业部啊，其实呢经过了一个很大的什么呢，很大的变化啊。2002年老实讲 TCL 手机在万明贤的领导底下风风光光，那一年利润多少呢？利润12亿。当年呢整个 TCL 集团利润也不过16亿，手机事业部就盈利12亿，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万明贤呢在这个 TCL 集团里面举足轻重。到了2003年的时候呢， TCL 电讯对 TCL 集团的贡献是多少呢？8亿，下降了。2004年呢， TCL 电讯对 TCL 集团的贡献多少呢？-0.02亿啊。换句话讲呢，亏了2000万。万明坚也不在了，万明坚走了。那么这整个东西变化什么呢？变化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如果你没有一种长远的眼光，你很难呢应付这种短期的一种变化啊。那么 TCL 呢从最高的12亿降到什么呢？降到负数，那只不过是短短2年的这个时间啊。所以2年的时间呢可以使到很多什么呢，很多内外在环境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第二个，冲击力那是非常非常强的，战略的冲击力很强啊。怎么说呢？那基本上我们拆板的话只需要1秒钟，但是冲击力那是很强。我们呢要把所有的资源都耗上去，那么一旦做错的话，那对我们的企业就有非常什么呢，深跟远的这个影响。这个深远的影响那是呢影响非常非常什么呢，非常非常广泛的。那么一做错的话，那我这里面就出现问题了。第三个，那是综合的全体的意志的战略，决定是什么呢？牵一发而动全身。战略不可能是什么呢？不可能呢只是跟某一个部门有关系，战略跟人力资源有关系，跟财务有关系，跟很多地方都有关系。所以我们考虑战略的时候应该是综合性的这个考量。接下来战略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未来的。不过这个未来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谈可能需要10分钟到15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才能够把这概念给展开。那么今天呢我们基本上呢就在这个讲到这边为止，那么呢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呢完成这个未来这个部分。谢谢。
面对难以预测的环境变化，洞察先机，抓住机会，审时度势。战略运作是经营者成败的关键。名家论坛适时推出了由国际战略管理大师、来自新加坡的莫少坤教授的《战略管理》，着重讲述了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方法，为经营者确定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覆盖面广泛，实用性极高，敬请您的关注。大家好，这里是山东教育电视台名家论坛栏目，我是莫少坤。那么继续我昨天晚上所讲的这个战略管理，今天讲的是第四集。那么昨天我们讲了这个战略管理的这个定义跟这个重要性，我们在重要性方面呢只讲了三点，就是呢战略是属于长远的，战略是属于高冲击力的，战略是属于综合性的。所以呢各位领导在做战略的时候呢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战略是很难走回头路的，战略呢是要耗费资源的，战略基本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那今天我们在讲呢战略重要性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战略讲究的是未来的。我们从来不会为过去做战略，过去基本上呢已经是什么呢，已经是过去了。丘吉尔有一句名言，如果我们纠缠于过去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那我们将会失掉将来的这个机会。所以呢我们应该把重点呢放在未来，而不应该把它放到现在。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呢战略是属于未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未来那基本上呢就是充满变革，未来那就是难以预测。所以所有的企业家如果能够捉到先机的话，就能够掌握到很好很好的这个机会。那么我在90年代末的时候有一本很重要的书，我不懂呢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本书呢是当年的 Intel 的总裁所写的， Intel 的总裁叫做 Andy Grove， 中文把它翻译成安格鲁，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Only Paranoid Survive。 那么中国的大陆翻译本呢把它翻译成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啊，先生。所以作为任何一个企业家，那就应该是一个偏执狂。所谓偏执狂就是有自己的这个主见，有自己的主见之后呢很偏执的什么呢把它给执行下去。台湾的翻译本把它翻译本台叫做十倍速时代。那么不管你叫十倍速时代也好，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也好，那基本上呢就是这一本 Only Paranoid Survive。 这一本书里面呢介绍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一个概念叫做战略的转折点。战略的转折点呢那基本上呢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概念。我把这个战略转折点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概述。那么基本上我们企业都是从零开始的，零开始之后发展到一个阶段，很可能来到战略的转折点。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转折点几时来，但是我们知道当转折点一旦来的时候，准备好的一方，能够掌握方向掌握好的一方，很可能有第二春能够继续的成长。掌握的不好的一方，准备度准备的比较差的一方，很可能就此什么呢，很可能就此没落啊，就此没落。那么这个转折点那是非常关键的。换句话讲呢，你要在转折点之后再来调整，来不及了。因为转折点之后呢速度那基本上是平常的10倍，所以我们必须在转折点还没有来到之前就应该开始运筹帷幄。那么应该如何运筹帷幄呢？那我跟大家总结出3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第一点，我们应该要设法预测转折点。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一定要预测转折点的到来啊，转折点到来。转折点容不容易预测呢？有一些容易，有些难。比如说去年的宏观调控啊，宏观调控有一些企业家预测得到，早做准备；有一些企业家呢被逮个正着，最后呢资金链断裂啊。那么有眼光的企业家就会有预备，那么没有眼光的企业家，最后呢那很可能就会碰到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宏观调控还相对来讲容易预测，比如说预测中国几时会发生金融危机，这一点那就很难讲了啊。或者呢亚洲金融危机，好像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谁预测得到呢？还有一种更难预测的，那就是突发事件，比如911事件。911事件的的确确呢是一个转折点啊，转折点。假定呢我们在910跟别人签了一份合约，那么隔天发生911事件，那没办法，我们还要按照这个
个合约来履行我们的任务。假定我们是在913才要跟别人签订这个合约，发生了911事件，那我们就可以呢跟大家跟对方说情况有变，咱们要从长什么呢，从长计议，所以呢这个转折点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后来我翻查一下资料的话，911这个事件呢、真的对两个人来讲是转折点。为什么呢？911事件这两栋被撞倒的大楼在撞倒之前的一年前才转手，换句话讲呢，那个买的人特别倒霉，那个卖的人特别什么呢，特别幸运啊。那么对这两个人来讲呢，肯定是他们人生事业的转折点啊。那么911事件呢，影响的面可以是很窄，也可以是非常非常广，所以我们要预测啊，设法预测这个转折点的到来。第二个，在转折点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呢？我们应该要加强我们的准备度，加强我们的准备度，时时刻刻做准备啊，时时刻刻做准备。比如说这个，我们准备我们的资金，我们准备我们的资源，我们准备我们的机制，然后呢，迎接这个什么呢？迎接这个新的这个挑战。上帝最眷恋的就是有准备的人，那些没有准备的人，机会一去，那也就不可再来。所以企业家一定要做准备。好，我们有三个字可以给，有六个字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当机会还没来到之前，企业家应该要忍啊，应该要忍啊，不要随便投资啊，不要随便投资。那么呢，该收的钱我们收，该培养人才我们培养，忍中求什么呢？求稳啊，求稳，稳定那是很重要的。然后耐心的什么呢？耐心的等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对等这个字呢是很不好感的，该等什么等啊，该干就干。但是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感觉到等这个字挺漂亮啊。那么如果时机还不对的话，那我们只有等啊，只有等。想当年呢，邓小平在被下放江西的时候，他能够干什么事啊？他只能够等啊。如果没有办法等的话呢，那也就不会等到会未来的什么呢，未来的这个改革开放啊。所以人稳等，那是我们呢机会还没到来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机会一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摇身一变，那就应该像打乒乓了。打乒乓强调三个字，哪三个字呢？第一个叫快，第二个叫什么？准。看准准一个行业一个对象，然后呢狠狠的投资，那么这一个叫做狠啊，叫做狠。其实呢，人稳等啊，人稳等，快准狠啊，快准。这六个字呢，应该作为企业家的这个参考。有没有典范？有，这个典范还挺新的。这个典范呢，那就是呢，联想啊。老实讲呢，我长期关注联想，都一直发现到呢，联想呢有很多资金啊，有很多资金。那么在联想的资金有多少呢？有1.5亿啊，到2004年，1.5亿的美金的现金啊，1.5亿的美金的现金。那么这一个呢，那我当时就在想呢，联想为什么要收这么多现金呢？它是在什么呢？人文等阶段。那么出现了 IBM 收购之后，我们就感觉到呢，联想非常狠啊，联想。当时呢有1.5亿的现金，联想的负债率只有2%，如果没有记错的话，2%或4%就差不多这样啊，负债率非常非常之低。但是呢，联想收购 IBM PC 呢，勇敢不勇敢啊？勇敢，那简直就是快准狠。请大家记得，联想总共收购 IBM 用了6.5亿美金的现金，其中1.5亿自己的钱，5亿要跟银行借钱，还不够。不够的话，还要发6亿的什么呢？6亿的这个联想的股票给 IBM PC。那么 IBM PC 呢，拿到这6亿的股票之后，总共占到联想18.9%的这个股权。那么联想总共付出12.5亿，12.5亿不够。IBM 是一个长期亏损的公司，所以积累了很多净负债。所以如果收购了 IBM PC， 谁应该负责这个负债？总共多少负债呢？5亿啊！所以联想收购 IBM PC 总共是什么呢？17.5亿。有些的报道讲呢，联想几乎是倾家荡产。我认为呢，可能过了头啊，但是呢，也不为过了，因为基本上呢，联想呢是付出很大的这决心，17.5亿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笔资金。那么联想呢，自从呢这个贷款之后，联想的这个负债率那就上升到27%啊，24%还是27%。
那这一个呢，那就是什么呢？目前的联想的这个状态。那么27%，老实讲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呢，这个负债率27%呢还是挺理想，有很多企业40%、50%，那是非常非常寻常的。那么联想呢，就是平常能够加强准备度，收住资金，然后呢，然后接下来机会一来的时候孤注一掷，那这个呢表现出联想的这个气魄。好，第三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掌握发展的方向，转折点一来了，我们一定要掌握发展的方向。发展的方向掌握得好，我们就在成长的这一端，当发展方向掌握不好，我们就此什么呢？我们很可能就此没落啊！所以这一点很关键。今年呢，杨延庆呢啊，去年年底的时候，杨延庆得到了这个中国十大经济人物的这个奖项，当时有人就问他，收购了 IBM PC 之后呢，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那么未来呢，就取决于第一，联想能够不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把成本给降低，第二，能够不能够通过渠道整合把速度给加快，第三，能够不能够通过品牌的结合把一些好的客户继续留在联想。那么联想如果能够做到这三点，联想可能就在成长的这一端，联想如果做不到这三点的话，那很可能就会往下掉啊。这一个老实讲呢，必须要一两年后才能够看得出啊，现在很难看得出的啊。虽然柳传志呢在记者招待会上呢描绘了一幅很好的这个前景，我们有做准备，这个但是等等呢、社会这个整个环境的改变呢，那是很难讲的。 IBM 跟惠普现在尽力什么呢？尽力争取 IBM 原来的大客户，他们的卖点就是说以前的 IBM 已经不是 IBM 了，现在的 IBM 是一个中国的公司，所以为了长期发展，你应该跟着惠普，应该跟着戴尔啊。所以如果大客户一跑掉的话呢，那联想买下来的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呢？可能是一个比较空的这个壳子啊，所以对联想来讲挑战那是比较大，中间要有很大的整合。联想摆在前面有五大整合需要干，这五大整合的好，联想呢就应该可以开拓一个新的境界，不然的话很可能呢就会碰到很大的难题。这五大整合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战略的整合，如何把原来的 IBM 战略配合在一起。第二个整合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业务上的整合，业务上呢原来 IBM 有 IBM 的业务，联想有联想的业务，如何整合起来。第三个就是机制的整合，就是管理制度跟管理结构的整合。第四个整合最难，那就是人员的整合。还有一个比它更难，那什么呢？文化上的整合。现在联想呢是横跨160个国家，那160个国家的销售部都有不同的这个文化，如何把它给整合起来，这对联想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大家注意到吗？12月8号那一场记者招待会，柳传志、杨延庆呢来宣布这个什么呢？宣布这个收购案之后呢，他们呢改变了什么呢？改变了组织架构。柳传志从董事局退出来当一个普通的董事，杨延庆从总裁变成什么呢？变成董事局的主席。总裁由谁来当呢？那就由 IBM 的一个高级副总裁，就 Stephen Wan 来当联想的这个总裁。为什么要用一个老美来当联想总裁？原因就是要什么呢？后面三个整合很重要啊，就是机制整合、人员整合跟文化整合。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天的记者招待会 ，Stephen Wan 贵为新联想的新总裁，竟然没有出席啊！所以记者就问柳传志，为什么这个 Stephen Wan 没有出席这个记者招待会？那么柳传志也很坦白说，他必须留在美国安抚这一些 IBM 的这些大员们，告诉他们为什么联想呢要收购 IBM， 联想收购 IBM 之后有什么前途，必须把这些人给什么呢？给稳定下来。如果人员不稳定的话，那基本上整合就会失败。所以在这里面呢，每一个转折点之后啊，那你如果掌握方向掌握的不对，那基本上也会走下坡。这就是转折点的这个观念。好，大家如果有转折点的观念之后，我们讲最后一个，那就是战略为什么重要呢？它跟领导人的命运那是挂起钩来的。那么两年后如果杨延庆交出一个很好的成绩单，那肯定奠定了他的这个地位。如果成绩单很差的话，很可能要引咎辞职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还没有收购 IBM PC 之前，联想受到很大的压力。那么联想开董事会，所有董事减薪40%，杨延庆减薪50%啊。所以呢，
一做不好的话，领导人肯定要负责啊，肯定要负责。三年前我们看看呢，摩托罗拉的总裁叫高尔文下台了。那么高尔文下台的原因有很多，据分析的话，有一心的决策出问题，有个人的优柔寡断，有的什么呢，有的很多东西呢滞后而没有跟前。所以呢，因为高尔文下台之后，当时的股票还上去了。那么今年一月我们看到谁下台呢？惠普跟这个康柏的总裁叫卡利，那么这个人下台了。卡利下台的话呢，惠普的股票也涨啊。换句话讲呢，股东跟投资者认为他早就应该下台啊。所以领导人一做不好的话，那肯定要什么呢？肯定就是要引咎辞职。这个是在资本市场里面呢的一个什么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明文规定的一个定律。好，到这里呢，我们基本上呢，那就把这个战略啊，战略的重要性给讲完了。现在来讲战略的三个重要基本概念。我认为呢，这是这一讲里头呢最重要的三句话。这三句话呢，是学者呢从很多这个实践上的经验所归纳出来的理论。它虽然不一定100%的准确，但是呢，我认为准确度可以高达90%以上。任何的企业家如果根据这三条来做决策跟做战略的话，成功的概率比较高。离开这三条的话，那就要非常非常的注意了。好，第一条，那叫做战略代表了重点的选择。那就是说，战略要选重中之重，两者皆有利，我们取其利多者；两者皆有害，我们取其害少者。换句话讲呢，战略就是要做出取跟什么呢？取跟舍。叫做取舍。那么取舍之间啊，我们呢就能够体现一个领导人的智慧。为什么要取舍呢？我们什么都干那就可以嘛？其实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啊，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源是有限的，然后呢什么呢？然后那个什么呢？那个诱惑是无穷的。我们面对了这么多诱惑，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源，所以我们只能够什么呢？只能够做出取舍。那么柳传志曾经讲过一句话，做一个好的领导人必须要抵挡住外来的诱惑。如果你诱惑挡不住的话，这边也投资一点，这边也干一点，那边也参股一点，最后你的资源就什么呢？资源就分散了。那么一分散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集中起来呢做某一些事情。那么这个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取舍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比如说联通，这里有联通的朋友哈，联通有两个网，大家都知道，一个叫 CDMA 网，一个叫做局网。那么这两个网可以同步进行吗？可以啊，可以。但是你就必须要花费更多的什么呢？资源跟能力跟投入。所以过去两年我们就会看到联通呢把比较多的资源投在什么呢？ C 网，就是 CDMA。 那么它的局网的投入相对来讲呢可能是比较少的。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取跟舍的这个问题。那么取舍之间，那就要体现出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智慧。好，那应该先舍还是应该先取呢？我认为应该先舍。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舍得舍得，能舍才能得。如果一个领导人什么东西都不舍得，什么东西都要干，最后呢那就没有重心，没有重点，那最后可能会招致失败啊。所以舍得那是很关键。柳传志在领导这个联想的时候呢，曾经出现了一件事情啊。当时柳传志呢跟这个有一个人叫做倪光南，大家都知道啊，一个姓柳，一个姓倪，那就出现了柳倪之争啊。柳倪之争呢是一个什么呢？那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争论啊。当时呢这两个人都是很优秀啊，那么尤其是倪光南，那是属于技术出身。那么倪光南坚持我们搞联想我们一定要技术挂帅
啊，技术排在前面，我们一定要把很多时间跟精力先花在技术，然后呢再花在工业啊，工业就是工厂，最后呢我们做商贸啊，商贸，所以呢它基本上叫做技工贸啊，技工贸的这个排列组合。然后呢柳传志呢说不行，我们知道呢技术很重要，但是如果强调技术的话，我们可能呢没有了什么呢，没有了短期的这个生存的力量，那再也别考虑长期了。所以柳传志先讲呢，我们应该先做贸，然后再做工，最后再做什么呢，最后再做技。技工贸，贸跟技的冲突，那就是一个取舍。所谓一山不能容二虎啊，那么两个人的观念不一样，那就叫做道不同不相什么呢，不相为谋。最后李光南退出，那只有柳传志什么呢，柳传志就贯彻他的贸工技。现在回头看，应该是柳传志，可能我们不是讲成败论英雄了，感觉到呢柳传志的这个排列比较合理啊，比较合理。因为呢如果你不做贸易，不做通路的话，我们现金流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呢也没有办法做很多的技术，而且技术呢啊竞争者很多，那么如果我们呢做的话呢，我们可能把自己的鸡蛋去碰撞别人的石头，那是不对的啊。所以柳传志呢基本上就什么呢，用贸工技，那就呢带领着联想的初步的这个成长。所以领导人一定要有重点，如果没有重点的话呢，那你每样东西都是妥协，每样东西都是啊碍于面子的话呢，那这个企业那就会没有前途了。柳传志在联想的时候曾经说过，联想有三个东西是不干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跟科技没有关系的不干。第二呢跟高成长没有关系的不干。第三呢跟计算机没有关系的不干。换句话讲呢，联想就是要跟高成长有关系的，跟科技有关系的，跟计算机有关系的。比尔盖茨够大了吧，世界首富跟二富，但是比尔盖茨就搞一个行业叫做什么呢，叫做软件。比尔盖茨曾经讲过，任何的战略的建议要我们离开软件的领域，我们都要三思而后行啊。联想这么大啊，那个微软这么大，但是就做软件啊，就做软件。那么软件呢就能够呢把它给做好了啊。那么世界上最大的公司那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所谓的沃尔玛。沃尔玛呢大概是2600亿美金的这个销售，2600亿美金的销售呢，沃尔玛只做一个行业，那是零售啊，零售。所以呢，在座各位企业家，如果你们想要多元化发展的话，想想一下，有这个必要吗？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中国呢有13亿人口，我们如果专注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行业，其实我们就可以很多东西可以做了，有没有必要再去搞多元化呢？那应该要好好的什么呢思考。我不是全面的否定多元化，以后再讲下来的话呢，我也会讲多元化的一些好处，只不过呢我们呢想看看，如果有空间给我们干的话，我们非得要去干其他行业吗？不一定。搞生产的人为什么非得要搞房地产呢？搞房地产的人为什么非得到最后去盖饭店呢？那么这些东西呢，那自己要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深思啊，深思。沃尔玛2670亿的这个美金的销售，那是多大的规模啊。那天我把黑龙江的GDP 加起来，黑龙江大概四千亿左右啊，那个4000亿左右，再加上呢吉林省的3000多亿的 GDP， 再加上呢吉林省的6000多亿的 GDP， 东北三省的 GDP 加起来，还比沃尔玛的什么总销售还少一点啊。那么可见呢，你固守一个行业，那就可以富可敌国，所以呢没有必要呢去搞那么多。有一年我到一个某某省的一个地级市去做一个演讲，这个某某省的这个地级市呢讲完之后呢，晚上呢有一个那个地级市的这个老总呢啊，一个企国营企业老总就请我吃饭了。这个国营企业在那个地级市里面呢，那是很厉害的啊，他是呢利税第二大啊，第二大利税户。好了，一面吃饭我们就一面聊，我说你是一个国营企业的集团，他说是，我说你去年的产值多少，他说30亿啊，30亿。好，30亿那不错了啊，那基本上不错。我再问第二个问题，那你的利润多少了？去年净利，他说300万。那么三十亿对300万，那有一点点不匹配啊，所以我就问他太少了一点吧。他说：“莫老师，你别这样子嘛啊，我们呢是什么呢？我们是有中间有亏有损，那么去年能够赚300万呢，那应该算是难能可贵了。”我说：“好，那不错了，比上足足，比下有余了。”我说：“你这个国营企业集团，你有几家公司啊？”他说：“一级企业、二级企业加起来大概有24家。”我就问他：“每一家都赚钱吗？”他说：“不是，不过还好，大多数赚钱，失败。”
家赚钱。我说十八家赚钱那不好，那还有六家在什么呢？六家在亏本了。我说我问最后一个问题了，假定这六家公，这六家亏本的公司原来我们就没干，也就是不亏，那我们的利润将会多少呢？那么调调整整一下，利润就会增加到2000万啊。所以可见呢、有很多集团里面就是有几个败家子把那些豪宅所赚的钱给什么，给亏了啊，给亏了。所以战略的第一步应该先把败家子给斩了啊，那么先舍啊，先舍啊，舍了之后我们再看看呢、我们能够积累多少的利润。所以战略不是决定你要干什么，战略也是决定你不要什么呢，你不要干什么。这个集团本来搞机械的，机械主业是赚钱的，后来搞地毯，搞饭店，搞餐馆，亏本的都是这些非主业。那么我们干嘛要去搞这些非主业呢？那么我们把这些关掉之后，我们就能够积累我们很多很多的利润。所以战略就是什么呢？就是取舍啊，就是取舍。第二，战略就是要懂得界定企业在环境内的生存空间。战略不是要做到最大，战略也不一定要置敌人于死地，战略就是划定一个自己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比别人做得好，我们比别人做得有竞争优势。好像山东教育电视台啊，那么这山东教育电视台如果把自己的这个什么呢，台给做得好，非常有特色，非常有名气，非常有品牌效应的话，那其实它在这个里面呢也可以挖掘到很好很好的空间。他不一定非得说我要做一个综合台，或者呢我一个台不够，我要做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那么不一定要做大的，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的确可以把它给做得很好。我曾经担任过一个什么呢，一个这个河北某某地级市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这个顾问。那么呢他这个地方呢比较靠近天津，比较靠近北京。那么我就问他了，你这么靠近天津北京，干嘛你不到北京跟天津发展？他说我们老师不要了啊，我在这个地级市里面，我有我的人脉，我有我的土地储备，我有我的银行，我有的银行支持，而且我有我的供应链的这个管理，我有一队团队，我一出到北京跟天津，这些竞争的优势全部没有掉了，所以我在这个地级市活动那就很好了。所以在这个地级市里面，他搞低档、中档、高档的住宅，也搞什么呢？也搞这个，也搞这个商业住宅，也搞别墅，也搞一些办公楼，那什么都搞，就在一个地级市里面不动。第二个呢，那是大连万达，我们是大连万达的这个文化跟战略顾问。大连万达又不一样，他一定要走向全国。为什么要走向全国呢？因为他搞商业地产。商业地产如果全部集中在大连万达，大连这个地方到底能够容纳多少个大连广场呢？所以大连广场就必须要往全国走啊！所以他都到全国的什么呢？全国的大省会跟全国的很富有的地方去。比如说呢，省会大家都知道，那么非省会，比如东莞啦，比如宁波啦，那么这些地方也要去。那么这个呢，那就是大连万达的这个界定。现在大连万达基本上有三个界定：第一，中高档的民宅；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商业地产；第三就是电影院线，时代华纳的这个电影院线。那么就我看王健林的报告里面呢，接下来要搞的就是中低档的什么呢的这个饭店。那么这个那就是界定啊，界定。界定很关键了、界定好的话，我们的空间那就什么呢？空间就定下来了。美国最赚钱的公司其实不是美国最赚钱的航空公司其实不是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而是美国一个中型的航空公司，叫做西南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呢，不只会赚钱，而且最受美国人敬仰。美国人在财富杂志呢两月号每年都选出最受美国人敬仰的十大公司跟最受美国人敬仰的十大总裁。那么自从1999年之后呢，西南航空公司年年上榜，而且是上榜的唯一一家航空公司。那么为什么他懂得这么做呢？因为他懂得界定。西南航空公司基本不飞大城市，飞中小城市，不飞长途，飞中短途，不用飞机，用中小的飞机，而且呢基本上周转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飞机下到飞机重新起飞20分钟的这个时间那就做好了。而且呢在这整个过程中呢，速度很快，班次特别多，成本特别低，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他最终就进出头来。那么有关西南航空公司呢，那还有一个比较呢灵活的这个处理方式。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呢今天呢那基本上呢那就讲到这里啊。那么明天再开场的话呢，我们再把西南航空公司的另外一个界定跟大家说个清楚。谢谢。